当大家在开店的时候呢，要注意安全。我们的手呢，不要有水分哦，要不然的话，水会带电，它会导致我们的身体触电，然后呢会死亡或者有危险。然后呢，插座呢或者插头呢，不要有灰尘，然后也要插得整齐，不要有漏电。然后呢，就是。刚才就是所谓的dry and clean 啊，我们就是要安全、干净又卫生。哦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用的比较安全减少意外的发生。危险会死人的，Danger。对对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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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 and safe, dry and clean, no dust.Plug in good good， 插座没有灰尘，插头整齐没漏电。当大家在开店的时候呢，要注意安全。我们的手呢，不要有水分要不然的话，水会带电，它会导致。我们的身体触电，然后呢会死亡或者有危险。然后呢，插座呢或者插头呢不要有灰尘，然后也要插得整齐，不要有漏电。然后呢，就是刚才就是所谓的dry and clean 啊，我们就是要安全、干净又卫生。好，那么。我们就可以用的比较安全减少意外的发生。危险会死人的，Danger。对对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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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危险
会死人的练就在危险会死人的练就在Look and see, dry and clean. No dust. Got in good grip. 他做没有医生。他头整形没有病。你好好的留意我啊，你。Bye-bye, bye-by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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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ye-bye
The papa.